一年一度的伊斯兰斋戒月正在进行，中东国家巴林的广场上就有一座大炮，每当日落时分，炮声轰隆响起，代表着穆斯林可以开始享用斋饭，而大炮也成了游客必访的特色景点。而新闻最后一起带您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